大家好，我是 Sonia， 欢迎来到Focusstar 的金标赛现场。我先介绍的有几种产品，一个是帽子，还有一个外套。这个就是百万元的帽子，黑色的。还有另外三种，一个是这个是限量版的 Championship MPCC 的帽子，这个 Macau Poker Cup 的锦标赛的帽子，还有一个最特别最简单的就是原装的 Poker Star 帽子，是最适合女生戴的。你看一下，还有一个产品就是和这个帽子是最适合的、最配搭的，就是白色的外套 ，Poker Star 外套，看到吗？是不是很漂亮？是最适女生是最女生的最爱，而且它可以很明显的代表它的 Poker Star 那个 logo， 红色与白色。还有最可以代表的就是 Poker Star 的限量产品，请看。这个就是 Poker Star 的牌，还有一些筹码，这一些呢就是周边的产品。刚才我所介绍的周边产品 Poker Star 的帽子、外套与一些其他的小产品，都可以过来新补进的Poker Room 来购买。